所以如果你有知道这首歌的话，就是再跟我说，告诉我他到底出现在几分几秒。但因为我听了，我看了很久，都没找到这一首歌的插曲到底插在哪里。对，实在是吹波。好了，带来这首《快乐摩尔高中生的最爱》，这是 Decode 来分享给大家。不过这个还蛮诡异的，我们走诡异路线。这首歌出现。